1979年，在深圳铁路边简陋的工棚里，您听到了蛇口惊天动地的开山炮，看过了滚滚而来的推土机，一个新的时代拉开序幕。4年后，您再次回到深圳，从军营、工厂、机关，再到改革开放的热土经商，阅历、信心，加上天生的野性精神与追求卓越的个性，您梦想着上演一出波澜壮阔的乐章，深信将在深圳实现个人梦想。1984年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第一次南巡深圳。同年，您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《万科》写下了第一个音符。从两条三五烟贿赂失败的反思，到给员工夜间补上文化课，伴随着维瓦尔第四季、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》、莫扎特《弥撒曲》的乐声，您为《万科》这部乐章设定了最壮观的主旋律。静水流深，乐章徐徐展开，行至1988。您抓住机会，推动万科股份化改造，领跑在中国创新改革的道路上。在计划与市场的泥淖中，坚定地趟出一条市场化道路。在充满投机与诱惑的野蛮生长年代，坚持选择做最规范的企业。在铸就作品与个人财富的选择中，决绝地选择前者，将万科打造成一个开放、包容的平台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，共同谱写万科壮丽的篇章。对年轻的期望来讲，就是你有野心、有理想，你到万科就来对了，踏踏实实的往前走，万科会有。万科终于走出历史的三峡，以自由的姿态、自立的身份，赶上了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浪潮。而这时，您又坚定地拉响了房地产的独奏，一路披荆斩棘、栉风沐雨，带领万科昂首挺进世界500强。我们要不就不做，我们做就要做得最好。简单，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直没有变。规范，透明，自治，自立，自尊。阳光 ，Not much better。尊重人，不行贿的音符响彻在万科，更响彻在中国企业界，也成为了悠长的中国商业史中独具特色的声音。That Vanke is first stamped in U.S. The experience we gained here will help us build better communities for China and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. 您选择了一个行业，建设了一套制度，培养了一个团队，树立了一个品牌，带领团队合奏出了美妙而雄浑的旋律。It is my honor and pleasure to join the discussions going green for certain. 当乐声正酣时，场外却响起了金戈铁马的鼓点，那便战。我不好带这个股东来讲。您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，承受了巨大压力和诸多误解，全力护卫万科的文化与价值观。在乐章行将奏响胜利的雄音时，您又选择急流勇退，有序传承，体现了守直、处义、不谋身的高风亮节。一个企业的文化真正形成的时候，是有生命的、DNA 的、遗传基因的。
乐声烧纸，万科这部乐章还远未写成，但您已奠定万科一层高远的格局，赋予了它不甘平庸的灵魂。万科我是创建者，但是呢，完全不把万科属于是我的，我把万科看成是个作品，这个作品呢，我只是其中的一员。不断超越舒适区，探索未知世界，是您给这家公司刻下的性格烙印。地球之巅，珠峰，是您给这家公司树立的梦想高标。作为万科的创立者、引领者和守护者，您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，激励着一代代万科人永怀梦想与激情，锐意进取，追求卓越。